死过人的房子真不能住吗？买到了凶宅怎么化解？我是南阳风水师王刚，还没关注的朋友记得点点关注，带给你好运。有的房子内是发生过一起非正常死亡，但是并不能就此断定这座房子就是凶宅。大家买房一般都会很忌讳买到死过人的房子，怕阴气重成了凶宅。电视上或电影上都会上演这样的鬼故事，令人毛骨悚然。死过人的房子真的不能住人吗？ 那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教你把房子化衰为旺。一、入户门开运招财那福一入户门贴门福。中国人有个特点，那就是迎新年时都要在自家的门外边贴上福字，寓意福到运到，招财那福一年吉祥，好运连连。二、门下放置帝旺钱。装修设计，古代的门下边都有很高的门槛，在风水中可以阻挡外面煞气的进入。现代楼房的设计已经取消了门槛。 或者门槛变得很低。现代的风水解决方案是根据不同颜色的踏垫进行化解，同时踏垫下面放上一套海神地望钱，可以起到旺财解灾的作用。三门内悬挂连年有余，门内也是一处不可忽视的旺财宝地。门口的玄关处是藏风聚气之地，此处也是风水家用来化解门犯煞气的地方，在此处可以化解一切门外带来的不祥之气。 风水家常用连年有余来风水物来开运，这是用一条经过开光的玉的鱼，鱼就是鱼的谐音。如果已经住进凶宅，则要从风水上来化解不利因素，则应做到以下几点：一、通过大的改动装修来修改原有的不利格局，则可以改动原来坏的风水的格局，来改善原有凶宅的不利气场；二、摆放有助阳气化煞的吉祥物，如泰山石、公鸡像、山海镇等。 意什么是风水凶宅？凶宅的说法古已有之，从传说、故事、小说、戏曲中，很多人看到过这个字眼，而且这个字眼往往和恐怖、死亡等联系在一起。凶宅就是指不吉利的或闹鬼的房舍，被称为风水上凶宅的房子、宅院，大多发生过不止一起的不吉利事件。也就是说，这种不吉利的、非正常死亡的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 也不止一个人受到影响，而是这处宅院的风水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居住者的身心健康、人身安全受到危害。二凶宅的某种症状，只要是凶宅，肯定就会出现某种症状，不是让人难看，就是让人倒霉，甚至让人惊魂。严重的那就不需要提了。凶宅是指房屋的结构、环境等会对人体造成不利的影响，比如可以引发重大疾病等。如果因为环境变化了， 给这个房子增加了不安全的因素，这个房子也就成了凶宅。凶宅是客观上的凶宅，而非心理上的凶宅。古人就很注重房屋的结构、周围的环境等。如果这个房屋穿堂风很大，你长期坐在里面肯定会头晕；如果房屋阴暗潮湿，会对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对老人、小孩、体质弱的人会造成干扰。凶宅并不神秘，也不可怕。举个例子。 如果有小孩的家里家具棱角过多，小孩就有可能造成伤害，那这个房子就包含着凶宅的因素。当然，很多情况下问题更严重。三形成凶宅的两大原因，根据中国传统胃理学理论，结合郑博士多年的研究分析，形成凶宅的原因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房屋结构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二、室内布局阴阳不协调。万物皆有灵，古人也有一物一太极。 的说法就是说，一座大楼是一太极，一间小屋也是一太极，既是一太极，它就具备一太极中所涵盖的一切，有生门，有死门，有修门，有经门。所谓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头大象与一只老鼠虽大小不同，而其内部生理结构并无两样。只要这间房子独立成间，有墙有门，它就有生方、旺方、衰方、死方。明了此理。 就知道房子的布局不能没有讲究。如果室内布局内部阴阳不协调，或是家具奇形怪状，或是过于拥挤，就会妨碍生气不能畅达，浊气不疏散。同时，家具摆错了方位，会造成气流折射，而由窗门流进的空气或不良气体，受到位置不当的家具的折射作用于某一点、某一线、某一面上，久而久之就会对人体、物体造成伤害。同理，如果屋宅外面凶相毕露。 各种煞气聚焦到你的屋宅，那么凶宅也就形成了。显然，无论是居住还是办公，你都不能不重视屋宅的内外情况是否符合风水的基本原理。违背之，则后患多多。非正常死亡的房子，不见得就一定是凶宅。有的房子内是发生过一起非正常死亡，但是并不能就此断定这座房子就是凶宅。对于现在建筑物中的很多房子来说。 也许存在的只是楼层高低的区别，其他外部环境、内部格局方面都基本相同。这样的房子，即便主人装修时会有区别，但也不至于造成一栋建筑物中单独出现了一户住宅成为风水上的凶宅。也就是说，要么这栋建筑的建筑用地外部环境存在问题，那这栋建筑的所有房子都存在风水问题；要么一般就不会有真正风水意义上的凶宅。 一木宅，假如说此楼开发以前，此处是一些墓地之类的地方，利用得当还行，不得当会家破人败。现在很多开发商什么事都干，特别有一些在建设初期有古墓的楼盘，更不宜居住。二葬宅死过人的房子，不光是病死、老死，还是自然死的，都是不好的。因为前房的主人或者说其家人死在自己家的房子内后，家中的气也会有所减少。这种房子是双面性的。 利用得当可以升官发财，不得当就会有诸多不顺，这种会对人的体才有影响。三忌选空宅指的是常年没人居住的房子，因常年没有人居住，里边的气场会渐渐与人形成不合，而且因为常年没有通风或者说常年没有人气，也会造成里边的晦气。空宅有时候也叫晦宅，还有一种说，现在的新楼你买了之后，假如你的楼只有你一户进去人居住的话，少住为妙。 空宅多是会对人的体有影响。对空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楼不宜太高。四升宅某人因为做生意做大了，或者说当官当大了之类的，要卖房子。很多人认为这房子的风水好，就会去买此房。其实则不然，正因为他升官之类的事情，使房中的运数已差不多用尽。你去了，只是别人挖坑你来填而已。五、哦、院宅这种指的是，如果此房先前的主人经常吵架。 或者死过人、跳楼自杀过之类的房子，因为此房先前家人不和，后者来后也定会步上后尘，所以少选为妙。如果是发生过自杀事件的，就是怨气会很重，就叫怨宅。六神宅，此房前主人是信佛信教，或者说长时间有供东西的房，这种房子不能住。一是因为他供的东西时间长了的话，有可能会对房产生影响；二因为房子长时间受香火。 有的则灵气好，有的则是因为香火把灵气烧没了，这种也是少住为妙的。七独宅之前一直是一人久居，有多种原因的，孩子不在身边，或者说没结婚、没有孩子之类的房子，这种房子因为前主人常一人久居，会产生一些气场。如果后者是一家人入住，怕家人会有一些不适，这种对体的影响较大。八水宅在湖边、河边、桥边等一些进水的地材。 虽然有时候水有代表财的意思，但是更多的时候水代表的是火，特别是你出门见水。当然，像这种的话，做一些事情即可；但是，一些不会做或者说找不到人做的，还是少住为妙。九火宅，因为这个房子周围发生过火灾，不管大小的，少买为妙，因为火可以把人烧死，也能把房子气烧尽。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们在家中少烧纸的原因。 十形宅指的是整幢大楼类似于一种东西，或者说一些楼顶楼底有奇怪的形状，如一些动物之类的，这种会对人的体造成影响。因为如果是形宅，适合住的人住后并无大碍；有一些受不住地下或者房顶形物的人，或者说楼层冲着一些形状的东西，就要少选为妙了。四买了这种凶宅怎么办？但对于已经买了这种房子的朋友，更关心的则是。 买了这样的房子怎么办？难道只能卖掉吗？卖不掉怎么办？一、小区有凶杀案的，当然要谨慎购买；二、小区宅基地过去是乱坟堆，也要谨慎购买；三、宅基地或者附近曾经是放射性工厂或诸如此类的军事基地、大学生化实验室基地等，都要谨慎购买；附近屋宅四、屋宅朝向诡异，南北方位倾斜十五度，要谨慎购买；五。 套房内户型缺角严重，与诸多风水原理相违背的屋宅要谨慎购买。六，与自己命理五行格格不入的屋宅要谨慎购买。一个人的命运是由其自身的生辰八字决定的，健康与否、寿命长短，都可以从一个人的生辰八字中看出来。也就是说，死亡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个人命理决定的。如果注定这个人要非正常死亡，那么即便他死于这所房子中。 也只能说是命理所致，而不能说这座房子是凶宅。